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松鸡。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，是距离龙江县城26公里的载荡东寨。全村共有265户，1247人，是龙江侗族的六大支系之一。当地呢，也保留了很多少数民族的特色建筑。像这个传统老寨，里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前所建造的。也有一部分呢是当地正在新建的楼房，这些都是传统的侗族结构，全部采用实木建造。据老乡说，这些石板路都有上百年的历史，甚至呢在这边是可以找到清朝和明朝的古代建筑。旁边这个就是当地的清朝所建的古楼。至今为止还在用。1736年至1795年，距今已经接近300年，200多年，接近300年的历史。哎，烤火。烤火。广东的，对，过来转一下旅游的。对，来转点。天气冷，我就过来采一下火嘛。这个古楼已经200-300年了。两百多年。200多年了，看起来还挺新的。没有翻修过吗？修两三次了。修过两三次了。原来是木皮盖，又木板盖，现在。搞瓦，有瓦盖。瓦也翻修过了。基本上它的这些主体结构啊，都是没有动的，就是外面的皮还有上面的一些瓦，都重新盖过了。清朝时代。很老了哦。旁边是不是还有个萨马池啊？有嘛，你是过这里就看萨马。那个多少年了？那个也。比古楼前一点，比这个还要老。比这个还老。明朝的。可能明朝的清朝。明朝清朝。好老哦。这个寨子也是有那些学歌舞的吗？有吗？现在的学生呢？现在年轻就出去打工了。就出去打工了。就是他们年轻一点的就不愿意学啊，都是到你们广东啊、浙江啊这些熟悉玩啊，甚至有老人在这里。对啊，我看年轻人确实比较少一点。四象生八卦，像这些老的一些建筑，他们对于风水的运用是相当到位的。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，它里面都会有这些八卦的造型图文。你在广东在哪个城市？那个韶关。粤北啊，那个山区，就接近湖南这边的，湖南跟广西。就是湖南广西这边的。对，就离这边近，不算很远吧，离这里估计700-800公里。那把榕江把小铺呢，就货车两三，那就坐十台货车。我自己开车过来的。你自己开车？我自己开车过来的。就方便一点嘛，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。反正到哪停啊？对啊，反正哪里都能停嘛。跟旅行社啊或者坐车啊都不方便的。年轻读书去玩啊。读书打工啊。读书打工的。没有年轻的。年轻的都差不多这样。去读书吧。还有，他不读书了，他去找活动就去打工了。家家户户基本上门口都会有一条水沟，或者说挖个池塘，就是用来洗衣服啊、做饭做菜的。
在寨子里面住的人很少了，所以这些都没什么人去清理，看起来就挺脏的。那些活动水的要好很多。就是这么小的建筑，我以为很大的，我以为是旁边的这个。它这种也是属于祠堂啊，到现在已经有接近400年的历史了，是明代所建造的，应该是经过了翻修，用了现代的这些水泥。现在应该不是时候，只有没有打开，不让进去的。很小的一个祠堂，这边的所有的建筑都是保护性的开发，没有做因为游客的到来作为一些商业的改动，所以是没有什么商业街啊、步行街啊，或者各种各样的表演啊、民俗啊，这些会少很多很多，就保留了村子原汁原味的味道。像这个鼓楼，不知不觉几百年间也换了好几批人在里面喝茶玩笑斗唱，这就是它所存在的价值吧。可能还会在这里再树立一个几百年，那时候我们全都不在了，但是它依然还矗立在这里。在这些老房子的中间呢，这个就是他们用了几百年的古井。几百年呢，四五代人的传承经历。下面放的有鱼，就是为了那啥嘛，防止别人投毒。很多住户已经搬到大城市去了，年久失修的房子呢，只要没有人居住，三五年就会显得特别的破败不堪。这边就是他们正常洗衣服用的水源，沿着这一条小巷一直延伸到村尾。乡下捡宝啊，像这些以前用来喂猪啊或者用来打年糕的东西，现在已经没有人要了，就直接扔在路边。这种情况下如果呢可以搬回去就好了，这个的话大概有个300-500斤吧，我一个人可能搬不动。拿来养养鱼啊，或者镇镇风水啊，都是很不错的。而且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非常老旧的器物，可能可以延伸到明朝或者清朝。在当寨子的原貌，这边是寨子的尾部啊，不用说，随便的一个房子就是文物级别的，几十上百年甚至一两百年轻轻松松。它这些建筑不要看结构挺简单，但是它可以使用的年份是非常高的，能把一个实木材质的房子住到这种情况，住到没人敢到里面住，已经相当高的年份了。下面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房梁跟地基结构。超级老了，现在已经有点倾斜，感觉有点歪，随时要塌的样子。真正的住在文物里面的人家呀。
鸡的我跟他妈冰箱冰箱冰箱的冰箱爆了讲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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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滚要滚子来要滚你才滚了现在即使是这么偏僻的小山村了，都已经开了学校，大人出去打工赚钱，小孩子也不用担心没有地方上学的问题。终于贵州还是迎来了降温，昨天我就在车里面睡觉，最低的温度都到10度左右了，反正冻得够呛。而骑一趟摩托车呢，手耳朵脸还是有点受不了的，大家也多注意保暖啊，注意身体。好了，喜欢我们视频，请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